赢者通吃，败者无用的理论，而今大行其道，以豪猪、猎狗、豺狼、虎豹的食物链所衍生出来的动物界丛林法则，被堂而皇之的放进了人类社会。成王败寇主导了人们的思想，恐为人后的多吃多占成了大家的行为准则。有钱就是成功，地位意味着一切，商人成了国民偶像，而对商人的追捧与崇拜为人们灵魂的变形、扭曲、痛苦、焦虑与迷茫推波助澜。以结果论输赢，否定了财富过程的正当性，以成败论英雄，是社会价值体系崩塌的开始。一日三餐温饱、父母妻儿在侧的人间至乐被抛之脑后，没有直接指向金钱的一切事业都被嘲笑为不思进取。穷不见得是错与耻，富也不见得是对与荣。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思滥矣。